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款产品，它是可以进行90度折叠的。它本身自带的 QC3.0 快充，对于我们的数码产品所进行电流输出的功率是非常快的。因为它这个大功率的设计，可以满足多个设备同时进行充电，在家里的各种充电所需。因为它的快速输出电流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欢迎。每一款不同的充电器都有一个不同的控制芯片，这款充电器芯片可以智能的控温，我们可以根据各个国家的插头标准来进行选择。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